人参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是进补珍品，也正因为如此哦，以顶级红参闻名的韩国正官庄将自家的红参萃取精华制成了保养品，在亚洲大受欢迎。而看准了北美的华人市场，特别登陆到南加州的韩国城，开设第一家实体店面，要来照顾更多亚洲女性的肌肤健康。看工人一颗颗仔细筛选出六年顶级红参，再进行后续处理，萃取出珍贵红参精华，作为正官庄旗下美妆品牌同仁蜜的独家原料。由于人参具有提高肌肤免疫力、调节水分平衡等效果，制成美妆品后口碑极佳，尤其是保湿效果声名远扬。红参죽순은어떻게만들어지느냐？红参을찌게되게되면은수증기가나오는데그거를수집을해서일곱가지과정을거쳐서이红参죽순을만들어요。홍삼응축수로만든화장품이뭐에좋느냐보습력이기가막힙니다그리고이제이동인비제품같은경우는한방화장품의타브랜드와가격차이가조금많이나있어요特地从总部赶来的负责人与员工一起剪开彩带，预祝北美第一间同仁蜜顶级红参保养品旗舰店开业大吉。不光产品价格与韩国相同，就连店内装潢也是原汁原味从韩国运来，就是要让北美顾客也能体验同仁蜜的奢华气氛。So far, 70% of our customers are Korean, so we need to grow this brand based on Korean population. So.This is the first step for introducing our brand to Asian people. But later on, and maybe next year, we'll open second brand store in Rosemead or San Gabriel Valley area.同仁蜜意为红色人参的秘密，除了主打成熟女性路线的包括精华、红参油等在内的热卖商品，店内同时也有专为年轻人准备的系列产品及其他外形可爱的韩国美妆品，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上官网查询更多讯息。东森新闻魏宽、彭迪、唐孟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